我讲一句，你讲一句，睇你识答。哦，冇掩鸡窿，自出自入咯。掩鸡过河，各有各样。受精公吊颈，嫌命长咯。肥婆坐屎塔，塌塌陷。点解我觉得阿婆好似谂化我咁嘅？到我咯，阿婆赛跑，老屁都要向啊！我哋个双腿，阿婆担梯。老闆的相我講一句你阿婆認真一點，很多年輕仔女在看你視頻的。隔年通勝不值錢，通勝是什麼來的？是書的啦。通勝原名叫做通書，廣府人是很講意頭的嘛，看通勝看日曆變成看書，書書聲不是那麼好聽，所以就將書改成勝，就有了通勝這個講法了。年晚煎堆因有我有的啦，冇得输啊！咁阿兰加阿穗来到来嘅啦，阿兰嘅谐音系难，阿穗嘅谐音系衰。咁阿兰嫁俾阿穗，唔知系阿穗拖累阿兰，定系阿兰拖累阿穗啦。反正两个喺埋一齐就互相连累，雷斗雷啊！我又问你，知咗睇报纸，下一个人又知嘅话答啦嘛。咁阿崩汤羊，你冇得嘅。阿崩是很懂得劏羊的嘛，手起刀落一斩下去，令到只羊毛晒声出咯。阿崩养猫断死症的啦。阿崩是养开狗的嘛，阿崩叫狗越叫越走的嘛，忽然之间阿崩养猫喎，仲唔系断死症？咁十月借头唔到尾，咁好似你咁炮仗颈呢，爆出咁我落噶啦。咁盲公食汤圆。心中有数咯，咁南磨佬跌落屎坑，冇晒裤咯。咁海底石斑，好鱼啊！嗱，石斑肯定系好嘢嚟噶啦。咁鱼同鱼又系同音，即系话好落，好收家咁解，所以咪好鱼咯。咁老公荷包呢？系咪空溜溜啊？唔系，老公荷包系肤浅。咁冷巷街砖呢？直出直入，直出直入。藤条炆猪肉，必到流油。咁阿陀卖虾米，大家添掂啊！嗱，阿陀系驼背噶嘛，咁虾米亦都系挛噶嘛。咁阿陀卖虾米唔掂，即系话唔值咁解，所以咪阿陀卖虾米，大家都唔掂咯。咁铁拐李踢足球，一脚添。咁八叔公整米粉，一个咁整啊。咁长洲婆卖菜。哇，都有个错嘢啦！十二叔卖狗，冇得拣。咁细佬哥剃头，就威啦，就威啦。嗱，如果仲有其他盏鬼嘅歇后语，即管喺底下留言考下阿婆啦。咁今期嘅问题系：父母头上边真乸，下一个又系咩？知嘅话留个言啦，我哋下期再见，拜拜。